我要回家了。我戴到眼鏡先啦，要啊！今日咧就係諗住咧就係出嚟玩下啲單反機嘅，玩下攝影嘅啊！結果又係嚟呢個公園咧，就冇咩特別嘅地方。嗯，我先頭我基本上啊已經係基本上。不過咧就我喺呢個公園咧，假地咧都係做咗兩輯錄像啦，啊，行駛點三英里，然後右轉，傾下。的確咧，就係喺美國嚟講咧，即係加州嚟講咧，已經係人算多嘅地方啦嚇，人多的地方，所以佢經濟又係比較發達嘅，就係類似我哋廣東啦，即係早期廣東嘅咁嘅比較經濟比較發達嘅地方啦嚇。咁但係你都見到已經係人都好少嘅，基本上冇咩人嘅，所以你去啲公園度。都是幾叮人啦，個個公園都是咁樣噶啦，啊，佢每個小區都有公園嘅，公園多啊，佢綠化，即係綠化面積啊好大啦，嚇，你嘅沿途你可以睇到，啊，沿途真係冇咩人行嘅，佢冇咩人行，又住平房，所以佢停車比較方便，所以人人都有台車咧，即係。就冇話咁擠擁啊嚇，而且一個家庭啊，到咗18歲以後啊，都係揸車噶啦，都要考車牌噶。如果唔係嘅話咧，你啊去邊度都唔方便噶。咁但係你住咧就係比較靜啦啊，住啊比較好嘅，無可否認啊呢度住就。咁你玩咧有嘢玩嘅，最緊要關鍵係你去邊度啫，咁都有啲地方去嘅。唔係話冇地方去嘅，有。左轉。只不過我係怕塞車啫嘛，即係家人又去過，家人我又怕塞車，就係兩樣嘢，所以我就冇咩地方好行。因為你無他噶，佢加州都係一個沿海地方嚟噶嘛，即係海岸線好長啊嘛，喺海嗰度啊，咁啊肯定啊，即係比較咩啊，係嘛？你話單係喺呢個住宅區度揾公園嚟去揾景色啊，咁肯定冇噶啦，咁啊唔使諗，諗都唔使諗，咁簡單。好啦，咁啊而家。歸程啦，好近啫，啊！不過而喺呢個公園啊，即係有時啲嘢咧，我喺谷歌地圖度揾嘅公園咧，咁啊好多人就話好乾淨、好靚啊咁樣嚇，即係你知啊，啲鬼佬啊，樣樣嘢都係讚美好噶嘛，佢冇話講緊咩噶嘛，啊！即係我諗住真係嘅一個好普通嘅。咁而家你又叫我去打個評分嚟講咧，咁我希望啊，
簡簡單單講一句話就一般咯、啊、但係你講一般有可能俾人哋啊千夫所指啦，都唔好講一般啦。光取都係好好啦咁嚇。咁我之後拍咗照片噶嘛，咁同樣一間我咪添加照片喺嗰度話呢個公寓好咯嚇。你冇必要話一定要話一般啦、啊，有時啲嘢就係咁樣嘅嚇。咁、啊、佢事實上佢嗰度環境係唔錯喎，只不過係我想拍，我想玩一下攝影。係冇我玩攝影嘅嗰種場景俾我去拍啫，即係一個公園啊，清靜，綠化好好啊，就冇咩假石山啊，冇乜嘢嘢，一眼睇曬啊，是啊，唉。咁我既然玩咗兩日啦，琴日我喺西樓之後攞呢個單反啦，咁基本上咧就呢個單反咧就係要出去真正係去景區啊，先攞出嚟啦。咁平時咧我唔需要啊，平時我已經有啲咁嘅小型化嘅機已經係好方便噶，啲單反機啊，唔使話拎嚟拎去啊嘛，太笨重。但而家我呢個三反，我呢個三星啊，我呢個三星機啊，佢啊拍出嚟嘅效果都好靚嘅，真係好靚。咁佢單反佢拍出嚟嘅效果唔一定係藍色嘅喎，佢又係偏咗咩色喎？即係佢每一種廠家佢有一個底色喺度嘅喎，啊，好似我呢個中興機咁樣。咁啊，佢系偏紅嘅喎，啊，咁啊，呢個三星機系偏藍嘅，系。所以因此咧，講咩都好啦，都係。而家係手機啊，一台手機就係行遍天下嘅咯，可以，真係可以將嗰啲手頭上任何啲機啊都可以放開一邊嘅。你只話想話玩一下啲藝術啊嗰啲嘢先有起作用，咁啊嗰啲真係要玩家啦。所以話，如果你真係買部單反機攞嚟做下樣嘅，即係話我係有單反機嘅，呢樣嘢其實就好嘥，好浪費嘅。咁如果你係有單反，你一定要係即係你要有一個即係設計啦，即係你需要玩啲藝術方面嘅視頻啦，咁先即係俾人哋感覺到啊，即係物有所值。如果你係隨隨便便咁啊揸住部單反到處拍咧，咁真係可能不但止唔好睇啊，連個手機都比唔上㗎啦。嗰時候就即係好特別嘅，即係我係咁嘅心得啦，係嘛？即係我對比過嘛。咁啊，先頭咧，我同樣喺先頭個公園度，我都係攞部單反機對住自己嚟去做節目。咁我發現咧，啲顏色還原啊，即係一般咯。即係佢呢個佳能機啊，我覺得算係品牌機啦，但係佢唔夠嗰、那個索尼做得咁鮮豔。嗱，而家三星機即係嗰啲顏色好鮮豔嘅，就係而家有啲類似索尼咁嘅咁嘅顏色。前方點4英里左轉。所以索尼咧做得係顏色係鮮豔啲嘅。咁一間我咧就係會將我啲單反拍嘅嘢上傳上去，大概就啲效果啦，即係效果點樣啊？又知啦。不過而家我又係懶得編輯咯。一陣間翻去啊，咁個朋友未嚟之前，我將嗰兩輯視頻就上傳上去。左轉。
前方点三英里右转，然后左转。哎呀，即系不过点都好咧，我都觉得我用咗呢种单反啊，已经系基本呢两日咧都会发现咗好多嗰啲问题啊。右转，然后左转。佢有时有啲照片啊，点点点啊，呢一样样嘢。左转，然后右转。啊，翻到屋企嚟到，一左转到。啊，咁我喺屋企等就 OK 嘅啦。啊，一阵咧就系去去啊，麦当劳嗰度坐下咯。右转。有啲颈渴。右转啊，呢个右转啊。正在抵达目的地，位于右侧。OK， 到了，到了，到步了。好，到步。